金钱虾形状啊，抓起来就是像那个金钱一样，抓到四十多年的彩了。以前老前辈传下来的，大色的彩，假色的币，我是烈酒五千号。我做厨师做了33年了，基本上就做潮州传统菜。20多年前做这道菜，顾客评价很高的。这个菜的最主要的是杀虾1斤半就够了，每一条虾都有均匀，基本上就是1斤25条以内。完整的虾，然后撇开虾线搞掉。留下12条，摆那个盘，料酒、葱、姜、盐腌成汁，浸淫一下，这样吸菌效果很好。腌制半个钟头啊，剩下的一斤来做那个虾酱，拍到肉上了成泥了，加点盐下去，反复继续拍，口感比较好。加那个蛋清，依着顺着手拍，拍到不会脏手就好了。这个过程就用虾肉夸张，蒸出来一般不会散，口感细腻一点。不用翻过来翻过去的，不成那个形的，咬起来就没有那个颗粒感。提前醉过的香菇来抓。那个虾酱染在香菇上面，片好的虾染上去，捏紧，挖水上去，抓起来金钱的样子，造型也比较好看。开水下锅，大火一点，5分钟就好。勾芡，加一点点盐、味精，刚才蒸出来那个原汁生红，然后猪油光泽好看，不要加了太多，差不多玻璃形状，一点黏黏的就好。金钱虾形状啊，做起来就是像那个金钱一样，吃起来口感好，甜 Q 弹，香菇的香味，还有火腿那个的味道，口感比较有层次。